美国之音报道，美国前总统川普七月十三日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参加一场竞选集会时，人群中疑似响起枪声，川普随后被安保人员护送下舞台。当时，川普正在展示边境口岸人数图表，可以看到他右手伸向脖子，脸上似乎有血迹。川普竞选阵营表示，川普目前状况良好。另据报道。 暗杀川普的枪手已经被证实死亡，特勤局证实他们是开枪击毙了枪手，另外一名嫌疑人已被拘留。二零二四年一月二十九日，阿姨在美洲访谈中就指出了美国和二零二四年大选进入了历史先例的危险状态。阿姨说：“新罕布什尔州是黑利最后的机会，这个州的选民结构大家都知道是比较接近于民主党和共和党建制派的。” 如果黑利在新罕布什尔州也不能赢的话，他以后所有的州都不能赢，也没有其他人能够赢了。所以新罕布什尔是能够维护建制派、防止民粹主义的最后一次机会。我以前可能是不久之前说过，新罕布什尔凶险异常，凶险不是投票本身凶险。我当时想的就是新罕布什尔州不能阻止川普，那么就一定会发生战争或者谋杀。 像林肯或者肯尼迪时代发生的刺杀事件，或者是对外战争了。川普和拜登之间，很明显，拜登还想要同时兼顾两面，就是建制派和传统的共识政治，而不愿意当一个选边站的领导。但是已经做不到了，他的做法始终是雷声大雨点小的，就是做到一半又收场，像德克萨斯边境问题一样，做一个很大的姿势，但是却没有勇气把这个姿势坚持到底。 这是尼西亚斯的特征，这是过渡时期的特征，也是克伦斯基和切尔诺夫在十月政变以前失去权力的关键所在。他们失去权力不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资源，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勇气像后来大家习以为常了的方式那样使用他的资源。就像拿破仑说的那样，如果路易十四和国民议会愿意在大街上公开开炮杀死游行示威者的话，那么他们是不会倒台的。 后来，拿破仑在政变以后果然做到这件事情，但是路易十六和国民议会都不敢做这个事情，不是因为他们手头没有兵，没有足够的力量，而是因为他们按照他们的政治理想、政治习惯，他们不能这么做。但是时代已经发展到如果不这么做，已经没有办法收场的地步了。于是出身微贱的，甚至连法国人都不是的拿破仑。 要知道，在当时，按照当时的观念来讲，科西嘉不是法兰西，比洛林和布列塔尼跟法兰西关系更加遥远。科西嘉是意大利，他是热那亚的属地。拿破仑是一个意大利人，恐怕正是因为这一点，而且他年轻时候还是科独分子，是亲英派，是法兰西的敌人。保利将军是他年轻时的最大英雄，而保利将军就是在英国支持下，企图把科西嘉从法国分离出去。 恐怕正是因为这样，法国的政治危机才需要拿破仑来收场。因为法国本土出身以及法国上流社会和传统大党出身的人，跟过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下不了狠手的。只有拿破仑才能下这个狠手。德桑蒂斯失败了。尽管川普的弱点很明显，作为领导人来说，这一点很要命。就是说，他是一个知人不明的人。他经常用两种人，第一种是靠不住的。 得到他很多好处，最后却反过来踢他一脚的人。第二种就是，要么是自身能力有问题，要么就是对于政治家来说很致命的，像穆罕默德·奥兹那种跟他所在的政治环境不配合。像奥兹这样带着一个穆罕默德名字的人，当共和党保守派民粹派的候选人是极为不利的，尤其放在宾州这样的摇摆州。正当宾州的民主党议员正在做一些右转的姿态。 民粹主义姿态吸引共和党选民的时候，共和党却推出这样一个候选人，而且是川普无视麦康奈尔和共和党元老的反对，坚持要推出的。对共和党宾州的失败负有极大责任。知人不明，用人无方是川普最大的弱点。尽管还有无数的粉丝，这些粉丝把他当做旗帜来用，这个弱点是他无法掩盖的。而且在他执政的情况下。 会比他在在野情况下暴露的更加明显。他并不是共和党理想的候选人，也不是能够解决美国政治危机的理想候选人，但是他却是美国民粹主义者和保守派现阶段的最大希望。像切尼家族这种，在小布什总统的时代是典型的打经济牌、小政府主义、低税主义。川普在这一方面是极不合格的机会主义者，像拿破仑一样，在最红的怀俄明州。 两年以前还是无可撼动的没有挑战者的对象，被川普推出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轻而易举的踢下去，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美国保守派民众的耐心已经耗尽了，他们不在乎川普是怎么样的人，也不像在一般情况下讲究人才或者是品格方面的各方面的配对适当，只要能够打倒全球化建制派什么都行。 很多美国人民，也许是大多数美国人民，是不会关心外交事务的。他们关心的是什么？就是他们到加油站的时候，每加一次油，他们就会愤怒的想到，在川普时代，汽油是多么的便宜，现在居然会搞成这个样子。复杂的经济学原理对他们没有什么影响，这些人的愤怒才是川普的主要力量。但是，建制派和全球主义者以及战争利益集团、官僚和专家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 而且跟共和党本身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乌克兰战争和天然气贸易中获利的大多数是共和党的金主，在小布什时代一直是共和党的铁票，他们绝对不高兴放弃乌克兰战争。像博尔顿、黑利这种人，他们的知识分子和专家色彩比川普要浓厚得多，不容易得到民众支持。但是因为他们出身的缘故和经历的缘故，他们生活在上层，他们是坚定的帝国主义者。 而帝国主义跟美国利益挂钩太深，川普和他手下的民粹主义群众是没有力量消灭这些利益集团的。而且，川普也没有一个真正的拿破仑式的或者革命家的方略。尽管有人把川普称之为革命家，但他所有政策都不是革命性的。他想用建制的手段来达到革命的目的，这一点是注定要失败的。只是看他怎么样失败。 他要么像他在上一届任期内有很多情况都是这么做的，他上台以后会忘记他对欧洲的威胁，只是敲打一下，逼迫你增加一些军费，但实际上并不能终止乌克兰战争。一面是他原有支持者的失望，一面因为他的另一些政策和姿态，以及全球化危机，这是最重要的因素本身的加深，使他的政府陷入必须通过战争解决问题的局面，而制造这些战争。 跟他在竞选时，比如说指责黑利或者博尔顿这些帝国主义者，包括指责拜登在也门的战争是危险的好战的这种做法是恰好相反，会有一个事与愿违的收场，要么呢就会发生更加危险的意外，就是比如说川普和拜登的意外死亡，包括像林肯和肯尼迪那样的遇刺，因为拜登就是专门为了吸引那些反对川普的共和党人和中间派，他本身并不受到欢迎。 大概有六七成的美国人对于川普和拜登都有黑利的一样的看法，认为他们年纪太大，应该换上新面孔。但是只要川普出山，就只有拜登才能对抗他。反过来，拜登出山的话，共和党的其他候选人也取代不了川普。如果他们两人突然都意外死亡，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共和党很容易推出更年轻的候选人，民主党也是一样。这件事情现在大家都不敢提。 所以，从利益集团的平衡和各方的态度来看，美国的出路只有战争和旗帜人物的意外死亡，包括暗杀这一类才能解决。因为美国现在的帝国性质已经不是肯尼迪和林肯时代所能相比。我们假定不会发生刺杀事件或者是意外事件，川普和拜登能够进入大选前的最后一刻，那么就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了。而且，川普和拜登都不是我曾经设想过的那种。 就是像丘吉尔那样有意识地执行战争的战争总统，他们都是由于自己的政策被动进入战争的总统。像凯撒以前、克拉苏时代、卡提林时代、格拉古时代的那些我们很难记住名字的罗马执政官，像弗拉米尼乌斯那些和保卢斯那些罗马执政官，他们在内政方面是平庸的，也没有革命性的见解，但他们的行动一步一步地把罗马推向了战争。 他们并不像凯撒那样有意识的民主派和帝国主义者，他们是建制派，但是他们执行了战争任务。川普和拜登其实都是这样的人。川普是一个面临革命性任务而没有革命家准备的候选人，他如果侥幸的当选，那就是仅仅依靠选票当选，进入白宫以后不可避免的要被建制派所裹挟，他没有足够的手段。 就像他在第一任任期内没有办法搞定博尔顿他们那样，他手头根本没有足够的人才，包括大量罗斯福民主党人的民粹主义新右派，敌视非基督教和非美的人物。这些人很多都是专家、财团、寡头。这些人，我记得我上次在川普和拜登刚竞选就说过，注访谈一百一十五期。 拜登和布林肯的在野党的班子比川普和蓬佩奥的外交班子更像样。川普的班子就像个草台班子，它里面缺乏能够应付帝国的人才，因此他不可避免的要被，因为他们像陈水扁政府那样，或者像蔡英文政府那样，要不拘一格的用人才，而使用建制派的人，而被建制派所裹挟，他无法执行他的全部政策。 肯定没有办法得罪，比如说德克萨斯，没有一个共和党人能够得罪了德克萨斯人而维持的下去。川普已经得罪了亚利桑那的麦凯恩家族，把亚利桑那由铁杆的红州变成了摇摆州。如果再得罪德克萨斯，他和共和党都完了。他绝对不敢做这种事情，他更不敢得罪宾州。斯克兰顿就是最大的军火基地，是乌克兰战争的受益者。 他怎么敢得罪滨州的军火集团？在滨州再输一次，他如果输了滨州，就肯定当不成总统。如果要滨州的话，他就一定要跟滨州的军火商人和享受高薪的军火厂工人达成默契。这个默契就是他不能停止乌克兰战争，所以他必须像马克思主义者经常抨击的那样，做资产阶级民主虚伪的政治交易，表面上用强硬的姿态拉拢民粹派选民。 实际上，在大选有结果之前，跟建制派的几个主要山头，其中至少要包括热爱战争的博尔顿和黑利这种人的帝国主义山头和他们背后的军火工业，以及跟国际资本主义、国际金融家关系极为密切的国际金融家这两个山头达成选前的默契，然后他才能够顺利当选。 不然，在他当选之前，又会发生一月六日事件，甚至更加严重的，甚至是让林肯、肯尼迪遇刺那样的危险事件。我们不要以为川普和拜登是不会遇刺的，他们在今年遇刺的危险非常大。川普如果能够跟建制派几个重要山头达成秘密默契，用口头的许诺拉拢民粹主义选民，用实力上的承诺、暗中的密室承诺拉拢建制派的几个山头。 那样的话，他就能够当选总统。在他当选总统以后，是不能停止战争的。恰恰相反，民粹主义者的压力和建制派的需要会使他的政策必然导致战争。例如，他能够执行的政策之一，不是退出北约或者是停止乌克兰战争，而是给中国加百分之六十的关税。这一点能够得到民主党和共和党共同支持，这个政策就会铁定导致战争。 这个政策将使中国的外贸彻底垮台，中国来不及完成经济转型，就会陷入内部军阀混战、流民四起的状态。只有进行战时体制仓促整合了，这个政策就是一个战争政策。欢迎您的点赞、订阅和分享转发。